妈妈，安尼听有无？有啊，有哈，嘿，真感谢哈，咱五七区公吼，区公所家哈，咱这个温区长哈，啊，搁在伊这个工作的迄个团队哦，今仔日因是特别加班哦，来讲服务，吼，咱用掌声给谢谢好不好？真感心，真感动，哈，啊，迄个咱这个。尤碧华老师哈，伊一直十年来，我只要若举办师生联展，伊毋捌一概无到位的，所以我伫遮真正真感谢你哈，啊真感谢哈，咱这个杨典忠的夫人啦哈，哦你亲身来到遮哈，啊我这是真感谢你的啦哈，啊迄、那个伊即马来一寡哈，即马咧选举拢呈现咱走摊哈。我拢足感谢吼，啊，咱迄、那个、即、這个、即、這个，五车顶寮吼，即、這个里长吼，哦，我遮拄好画着一张顶寮哩嘛吼，你来看着，你着讲，即张着是顶寮公园嘛，吼、哦，即张着是吼，咱迄个顶寮公园遮吼，啊，我家画讲爱心吼，啊，即要咱来做一个迄个家庭吼，安尼落做迄个想法啦吼，啊，因为咱即届吼有。哦，佮有迄个清溪，我是迄个清溪艺术协会的常务理事啦，哈。啊，咱遮的即、這个哦，资深的迄个纪校长啦，哈。啊，咱迄、那个迄、那个苏美燕的迄个理事长翁阿婆吼，拢总到位哦，吼。谢谢你们啦，真的谢谢。好，即届吼，我特别甲阿公阿嬷带出来，吼。我今仔日无论伊是画了水啊，画了歹，我的心中的爱心是啥物？因为咱人年纪若侪岁，啊是毋是感觉讲无代志做对无？吼、哦，啊拄啊好，足拄啊好，这可能是天公伯啊吼来咧帮助我。阮拄来申请着这个五区区公所，啊阿公阿嬷拄嘛行会当行到位。所以呢，我阵啊吼，哦，我足欢喜个，我就甲阿公阿嬷，我就开始计划啊。我阿公阿嬷，我即届吼要带恁出来展览哦，吼，这做恁一生一世人一届会当个第一次来做展览。阿公阿嬷，你有欢喜无？有。哈，够欢喜个哈，因为这是真难得个，真很难得的机缘哈，机缘呐。啊，我看到恁欢喜，啊，我就足欢喜的吼。因为我有甲迄、那个咱即个阿珍啊、胡志林吼，我讲吼，我毋是讲教恁画图，我用心咧甲恁带，吼。啊，有时阵吼，我会甲因开玩笑。啊，即届的时你看吼，逐张吼，迄、那个花伊画出来，伊袂输大人哦，袂输遐遐囡仔，是少年仔哦。恁等下一张一张去家看，吼。因迄拢真无简单哦，咱等下导览的时阵吼，我嘛会来邀请来讲哦吼，讲啊伊话这是啥物哦，而且嘛啊个你即89岁对无吼？89岁吼，伊一张图吼，你看啊大8000块哦，了大8000块哦，吼，有看到无？有哦，嘿，啊嘛有佛祖哦吼，哦迄种足特殊的哦吼，伊有因的想法哦吼，啊所以呢。我希望讲，虽然讲老大人，吼，人讲步土豆用咧步袂落来吼，但是伊这个手搁来画图，所以呢，我就感觉讲，我要来创造伊人生，至少留下一个最美丽的艺术的印记。大家给恁拍鼓啊！谢谢你们。